杨开，你入门三年，147场挑战无一获胜，此次隐名相搏，境界却毫无提升，你图什么？切，乱世怎么随便你？废话，还是早点逐出师门为好。不屈之魂，永不言败，偏要赢一场给你们看。一个不屈之魂，这躯壳我就先收下了。到底是什么？吾乃大魔神之傲骨金身。